韩国人气男子组合 WS501 成员朴正明首度以个人姿态来港宣传。朴正明大同全新个人专辑来港举办粉丝聚会，大唱新歌，和粉丝们近距离接触。谢谢，我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朴正明。我一直想你们，所以我来了。你们也想我吗？真的吗？大走亲民路线的朴正明不但入乡随俗，大讲普遍多识的中文，还陪粉丝们玩游戏送大礼，又搂又抱又牵手，让现场粉丝陷入一片疯狂。